最大杂志的拍摄现场，这一次10月号呢非常特别。你是不是因为常常睡过头呢，或者是开会 delay 呢，等一下又有 party 要参加，或者是临时要出门跟男朋友约会，可是你的头发呢整个就是一个糟糕到不行的状态，又没有时间洗头？今天我们第一颗头就有教大家如何在睡觉前用一点点小小的心机，让你隔天起来就可以美美的去上班哦。当然其实你是不是因为每天上班然后穿着非常严肃的制服，今天我们在第一颗头呢有教大家如何两股辫子，然后呢辫子套辫子就可以套出一个非常美丽的花朵呢，而且是非常简单，只要将你的头发跟头发套在一起，然后再用扭转的方式就可以变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上班发型哦。就是你想要跟男朋友去约会，你想要有一点点青春浪漫，又有一点无辜，让你的男朋友看到你马上心花怒放，而且非常简单的是用你的头发做出一点点小蝴蝶结，再加上发带，也可以就让你青春浪漫无敌哦。想要知道吗？记得锁定10月号《女人我最大》杂志。